青春形象稳固了韩团地位的女团 A-Pink， 13日为某活动担任委任大使亮相在媒体前。只是 A-Pink 六名成员一亮相，夏荣、娜恩、初龙、恩地、南珠、朴美、南珠，这位是 A-Pink 金南珠没错吗？这位是以大鼻子和大眼睛的甜美长相闻名的金南珠吗？南珠那招牌的大鼻子变得又小又立体，不禁让人都把视线集中在南珠身上。南珠的变化甚至还登上了韩国热搜一位，更在论坛引起了热烈讨论。不过对于外貌升级的整形疑云， A-Pink 的经纪公司则表示不回应，大家都还是很美的。